挑战用一张破话骗吃骗喝。你看这张画可以吗？这个画。在网上刷到了这位漂亮女老板，所以就想为她画一张。先用一张丑画试试会不会被打。哎，你好老板，我能用一幅画给咱换点吃的吗？你看这张画可以吗？这个画你觉得能换点什么吃的？你想吃什么？你上啥我吃啥就行。我上什么？你一个人吗？啊，对。吃锅你吃吗？鹅锅可以，都可以。万万没想到一张丑画竟然也能换到一顿饭，实在太感动了。吃的过程中有点忐忑和不好意思，不过这鹅肉火锅也太好吃了。饭吃完了，是时候给女老板真正的素描画了。其实刚才给你开一个玩笑，这个才是。哇，你感觉可以吧？太像了，确实可以。那个都起来了。之前就是在抖音上看到你好像四月份发的有一个视频，对，就画的那一个。应该是个黑色的衣服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哇，你太厉害了，我感谢你了。没事没事，你这一顿饭已经就很好了。我当时很诧异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感觉第一幅画可能不会换，或者干脆一点就直接骂我之类的。不会。但是刚才挺让我意外的，这张你感觉比较好看就可以了。还原了。好，感谢感谢，拜拜。好，拜拜，走了。嗯，好，我带你了。啊，好嘞。